胯下，好，里面不一样，攻击脚步，我手都要不一样。好，胯下往里面冲，进去的时候转成双脚垫步，双脚垫步，我来控制，可以吗？好，双脚垫步有一个重点，第一个内外脚，可以吗？一二做出来，不要双脚，不要双脚，这个跳不起来，你的习惯跳不起来。好，后面我要做假动作，所以我要你现在先做内外脚 ，OK？ 好，再来第二个重点，面对底线，面对底线，可以吗？换左。 OK， 用垫步面对篮筐，一二垫步准备起，面对面对篮筐，哦面对篮筐，你会被遮到，你会被遮到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所以我现在的垫步是面对底线，当你面对底层，不用面对底线，够，蹦，它的肩膀会先撞到我，会先撞到我，然后当你起来的时候，手臂张开，你会被架开，你还会有空间把球摆进去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所以进来的时候重点。 跳进来，面对底线。啊，你有能力的左手，没有能力的右手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所以你的动作到最后会是这样子。这边省略了。好，进来，蹦，一二。OK，这个动作，可以吗？双脚 ，OK， 不会左手的做刚刚动作，会左手的麻烦进来。这个动作。 可以吗？我都是双脚，一二往篮筐跳，肩膀先进。哎，对 ，Go。